大家好啊，欢迎嚟到天神国，我系天神。咁今日咧就系12月31号啊，咁又系2020年最后一日。咁喺度祝大家咧这个新年快乐先。咁希望咧2020年过去咧，2021年咧大家都会过得好啲啊。好，咁今日咧呢一条片咧，主要就系想同大家介绍一下1月份啊，一拳超人咧嘅1周年纪念活动。咁同埋咧会有啲咩活动喺入面。好，咁中意嘅一定天神国啊。好，咁首先咧，咁第一个打头炮咧，一定系呢一个改造杰洛斯嘅限时国推出，咁到时我都要同大家一齐抽啦。咁如果你想俾我代抽，咁你喺片度留言同我讲，俾我知道，咁我可能我早啲开直播咁帮你抽咁样嘅。好啦，咁呢一只咧，我之前都讲过抽唔抽噶啦，同埋咧都介绍过佢嗰啲输出啊，点样玩法噶啦。好啦，咁之后咧就有呢一个1周年一番赏活动抽奖，咁呢一个咧登入就可以抽啦。咁我谂系对大家嚟讲咧都系一个福音，同埋都系真系。俾翻啲氣氛我哋啊，咁就係、只要你登入連續14日啦，咁你每日登入遊戲咧，咁就可以抽呢一個一番獎活動，咁有機會咧就會抽中呢個限量周年紀念品啊，咁所以咧大家咧一定要記得去抽啦，唔好蝕俾佢啊。咁好啦，咁之後咧1月1号至到1月30号周年慶典登入咧。咁連續得30日咧，咁就會送呢一個奇玉嘅新形象啊！咁啊，究竟會係咩新形象呢？咁暫時咧，我哋就有呢個西裝啦，會唔會係呢一個後生版3年前嘅形象咧？嗱，唔知啊，有機會係啊，1周年，咁呢啲都係送嘅，咁啊都算豐富啊！你即係一開始就有呢、這個周年慶典得有30日送新形象，同埋呢一個一番賞抽獎活動。咁呢啲咧消息咧，我係喺 Facebook 嗰個贊助望到，佢有曬嗰啲設計圖噶啦，咁大家可以望一望啊。咁之後咧，我哋仲有呢個石川界人，即係傑洛斯嘅聲優咧，咁啊送呢個祝福影片咯。喂，咁其實我都想幾想聽一下咧，傑洛斯把聲即係祝賀我哋會係究竟發生咩事喎？咁之後我哋同時咧都會有呢個奇玉啦嘅聲優祝福啦，咁都係祝賀呢個1周年嘅。咁之後咧，出完呢只改傑呢個限時國之後咧，我都相信佢會出埋呢一個西裝嘅時裝嘅，因為依家都興噶啦，好似大眼咁一出完嗰只限時國咧，咁就出住佢嗰個時裝。咁大家呢一隻應該都差唔多，咁中意嘅應該都可以試下啦。咁就佢係咪團購咧，我就唔係好清楚，咁但係會有呢一個時裝嘅。咁之後咧，限時 SSR 招募4选1就會同呢個六服一樣嘅。咁就係、是有啲就話波羅斯金屬騎士金屬球拍銀牙4-1，咁就應該都係82抽就保底，同六服上次一樣啦。咁但係佢今次就唔係傾喎，係銀牙喎。咁會唔會係睇準咗呢個奔普核心，俾只銀牙你做一個準備？如果82抽有可能諗得過喎，係咪先？因為你就算100抽內博唔到，你俾多20抽你都可以博多隻。呢、這個我覺得邦古可以考慮下大家，因為遲啲奔普核或者你想玩水龍嘅邦古都係必須角色，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考慮下4选1嘅話。咁之後咧限時招募咧，咁就係豪傑，因為上次就閃光嘛，跟翻個順序，咁今次咧就係呢個豪傑啦。豪傑回歸完之後咧，咁就會有佢嘅專屬招募啦，咁即係佢嘅專務啦，咁就大鑊啦，啲貨獎咧嗰只豪傑又更加變態啦，咁啊勁好多嘅。我覺得如果你是貨開金的，你又玩開豪傑的，你一定要抽他的專武，因為豪傑本身他那個輸出呢，即未有專武是不夠勁的，有埋專武呢才會痛很多的。好啦，咁之後月底呢個定向招募呢，就是大家都想要的原子武士啦，咁之後同埋他的專武呢一定是的啦。咁之後2月1号呢，咁就會出呢一個覺醒蚊女，咁就冇變啦，同大家嘅計劃完全冇變，即係成個一周年都係即係有一啲一周年抽獎活動啦，之後有豪傑返場啦，即係有4只 SSR 呢個限時國4选1啦，即係呢個返場，就波羅斯金屬騎士金屬球拍銀啊。咁之後2月头咧，咁就有呢個蚊少女。哇！咁最後一個好重要嘅，咁就係有機會咧，月中咧會出埋呢一個研究物資 up 啊。咁大家如果有呢、這、一個研究物資嗰個補給券咧，記得儲起佢，就唔好抽住，因為佢有機會出啊。咁但係譬如邊個核心咧，我就唔確認，但係佢就會出呢個研究核心啦，我覺得。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呢一個遊戲預告，我覺得都算豐富嘅。今期佢嗰、那個即係總之你有啲免費活動俾人抽下嘢，
咁啊，博下大家歐洲嘅成分，咁我就冇乜歐氣噶啦，我老實講。咁但係都冇計啊，都要嚟啊。如果點解今日星期啊？咁我哋嚟到 PVP 咧，咁啊做埋呢個2020年嘅最後一戰啊，咁啊睇下可以打幾錢啦。咁啊，我哋打兩三鋪啦。咁唔知大家覺得呢個一週年活動點咧？咁就可以留言咧，同大家分享啦。順便嗰句新年快樂啦。咁就大家互相祝福一下啦，大家記得一齊倒數啦。咁我就未必開 live 啦，因為琴日都講咗啦，應該出去。咁都係安全地出去啦，又唔係去人多嘅地方啦，盡量。哦，豪傑，哇有專武你就死啦！咁今個月即係一月咧，你又有豪傑專武，又有改傑，咁啊大鑊啦！啲人全部即係輸出流，我諗係玩一波流，即係又玩翻速度一波流。啲波羅斯啊嗰啲其實冇機會出嘅，即係浩傑、卧狼有曬專武，改傑又出埋嚟，你玩一波流噶啦，冇機會出技噶啦，即係睇你夠唔夠硬嘅啫。依家浩傑啊，應該未必死嘅，但係你嗰啲傾啊嗰啲應該釘曬噶啦，一定。咁你一定要夠人快，因為唔夠人快就玩完啦。好，我哋睇下我夠唔夠恆壽狼打先，佢兩隻內傷我哋出技先 OK 喎，好似交咗只鳳凰男得唔得啊？喂！應該頂得住嘅呢下，嚟啊！鳳凰男燒佢死未？死咗呢、這個燒出好重要啊！不過傑洛斯都識燒啊，其實十字燒你要擺佢中間。咁豪傑可能我懟佢前面咧做下坦算。其實豪傑擺前面唔會話太快死嘅，因為前面人哋最多擺殭屍男啊嗰啲，除非佢波羅斯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佢都好難搞一掂你只豪傑。浩傑咧好硬嘅，同埋你應該要落多啲咧嗰個飛暴擊嗰個抗性俾佢咧，佢冇咁易死嘅，唔需要屈曬血。最緊要唔好俾人暴擊到，唔暴擊佢就已經減咗好多傷嘅，加埋個殘酷咧，基本上打佢唔入。好，我哋搞掂第一個恆壽狼，新年快樂啊，恆壽狼！黐孖筋，好，我哋嚟啊，掌人都挑戰一下，睇下得唔夠佢打啊！好，哇！又好快喎，佢成隊都佢傾，唉，新年快樂先。哇！秒咗我只波羅斯，同以往一樣。惡狼打一千萬，點解打一千萬咁搞笑嘅？我冇升過喎啲攻擊力，啊、哦、奇怪。唉，琴日我又喺度刷生命科技增幅卡，都係刷唔到，真係好難刷。好，我哋睇下先，我哋嘅豪傑出嚟啦。應該搞佢唔掂喎呢鋪，點解咧？我哋俾佢封咗能量，鳳凰男冇得出技，佢仲有四隻玩完。好，有惡狼打落嚟，哎，玩完啦呢鋪。好 ，last 我哋祝福埋文老爹啦，贏唔到啊！2600万戰力，我同佢爭800万戰力，900万啊，直情係你啊！佢好慢，但係佢就。又硬又痛，佢有獨角獅係600万血嘅，即係你一炮傑，你要打4000万佢先有機會死嘅啫。獨角獅，如果唔係咧，佢又會回血，咁回血咧，咁啊回到應該600万，可能回到差唔多900万咁樣噶啦。唉，冇機會打死佢獨角獅啊！真係，除非波羅斯一出踢死佢啦，不過都冇用。我未過咁硬嘅人啊，真係好硬。如果你冇咁硬，你都冇機會發達。嚟啊！鳳凰男700万，連鳳凰男都痛。好，佢有惡狼追擊，哇！頂咗一彎都頂唔到。好啦，咁啊，祝文老爹新年快樂，都祝大家新年快樂。咁啊，2021年見。咁就睇下聽日，咁大家都會知道噶啦。咁希望咧呢一集播大家啦，咁中意嘅一定係天神國啦。咁祝大家咧新年快樂先。好，咁今集嚟到呢度啊，中意嘅一定係天神國。